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想必都不陌生，绝对是17年的大赢家，无论是收视率还是口碑都超高，而且这一题材突破性很大，为电视剧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，也捧红了许多主演。首先是达康书记的扮演者吴刚，吴刚出身在一军人家庭，91年在春晚上与郭达合作小品正式出道，之后也出演了很多经典电视剧，例如《潜伏》《黑蚂蚁》等等，可惜都没走红，然而17年却让他红透亮了半边天，之后还出演了《战狼2》，也算是好大器晚成，期待他的新作。还有沙瑞金的扮演者张丰毅，他出道就比较早了，在80年代就小有名气了，与张国荣合作的《霸王别姬》更是经典中的经典。虽说张丰毅在感情方面比较渣，但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，沙瑞金一角演得特别好，没有任何挑剔的地方。但对比前面的两位，郑胜利的扮演者看奔奔就比较惨了，虽然角色很不讨喜，遭到了全网的攻击，但也获得了关注度。可惜看奔奔并不知道珍惜，